谈起阿里山，就让人想到阿里山的五大美景：日出、云海、晚霞、森林、登山火车。事实上，阿里山还有一大特色哦。阿里山是全国最有名的赏樱去处之一。每年樱花盛开大约在3月15号到4月15日，因为海拔在2200公尺左右，阿里山樱花开花期也比一般地区慢。全区约1400公顷的面积，遍植台湾本土种绯红色山樱花以及日本种嫩色系樱花。日本系樱花种类有单瓣吉野樱、千岛樱、大岛樱及重瓣的八重樱。每年春季期间内，万株樱花、梅花、杜鹃、木兰、茶花均盛开迎春，使阿里山一时涌入数万人。尤其在樱花树下，加上嘟嘟的火车经过情形，是摄影爱好者最为喜爱的景致。位在海拔2200多公尺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，植物资源丰富且多样。除了拥有珍贵的红块、扁柏、台湾杉等天然林巨木，并有不同季节开花的花木，每年一二月间有山樱花、千岛樱、茶花、贴梗海棠，三四月则为远近驰名的樱花季。吉野樱、枝垂樱、大岛樱、八重樱、五弦象樱、森氏杜鹃、垂丝海棠、多花紫藤、一叶兰、雏菊、蒲公英等。五到十月间陆续展现花姿的有毛地黄、绣球花、射干菖蒲、海芋、桃叶珊瑚、金毛杜鹃、西施花。而11月到12月则有观叶植物红乍漆及清风。整年将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装扮得五彩缤纷，是台湾最为著名的森林游乐区，也是台湾最高海拔的赏樱圣地。阿里山的樱花种植年代相当久远，从日据时代就已经有樱花。园内的樱花树许多都已经超过百年。每年的三月，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是阿里山赏樱的最佳时刻。绛红的山樱花已将阿里山公路点燃第一波赏樱讯息。
沿着阿里山公路蜿蜒而上，蒙蒙细雨中朦胧山头，山樱花红透半边天。随着细雨而落英缤纷，花瓣片片，别具有一番风味。地上樱花洒落满地，仿佛一幅既美丽又动人的风景画。今年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，2012年的阿里山花季果然如预期的掀起赏樱狂热。从15日花季揭幕以来，整个阿里山满满的都是人潮。阿里山花季每年从3月15日到4月15日为止，花期约一个月时间。事实上，阿里山在花季来临前，山樱花早已红艳盛开。数量众多的樱花、李花、桃花、八重樱、吉野樱陆续绽放。在花季的主角吉野樱盛开时，闻名遐迩的阿里山樱花季就正式登场了，将把阿里山山头点缀成缤纷迷人浪漫的花海世界。前往阿里山赏樱最佳路线有两条，第一条就是由阿里山宾馆经梅园、阿里山派出所到柱山登山口。这条赏樱步道全长不超过600公尺，步道两旁尽是数十年树林的吉野樱。第二条赏樱路线是从昭平火车站出发，经昭平公园、姐妹潭、寿镇宫、慈云寺、高山博物馆、树林塔、香林国中、三代墓、象鼻墓到阿里山宾馆，全长约有2.6公里。阿里山地区樱花品种相当的多，如果不是对樱花有所了解，要认识它们可就不是件很容易的事。花的种类可以分为单瓣和重瓣两种。我们常听到的八重樱，其实就是重瓣樱花的统称。而目前开放最盛的吉野樱，全名是染井吉野樱，是由大岛樱嫁接出来的。吉野樱全开后可以维持7到10天，之后绿叶冒出，花就开始谢了。属于单瓣樱、飞寒樱，就是一般人俗称的山樱花，花色艳红，花期大约在12月中到次年3月中，分布在阿里山公路、
十字路以上路段。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，也随处可以见到他们的踪迹。千岛樱也是属于单瓣樱，花色淡粉红，花型较吉野樱大，花期在二月中到三月初，分布在阿里山工作站、木兰园、慈云寺、派出所、阿里山宾馆等地。染井吉野樱属于单瓣樱，俗称吉野樱，花色粉红偏白，花期为每年三月中到三月下旬，分布在工作站、三代木、木兰园、慈云寺、派出所、阿里山宾馆、林务局招待所、贵宾馆、柱山车站旁，是阿里山种植最多樱花种类。花色淡红的雨芹枝垂樱属于重瓣樱，因为具有杨柳般垂下的枝条而称为雨芹枝垂樱，分布在阿里山工作站及阿里山加油站。属于单瓣樱的大岛樱，花色白有红晕，花型较吉野樱大，是日本樱花的原生种。开花时叶子共存，花期为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，分布在阿里山派出所、昭平公园。属重瓣樱的普贤象樱，花呈现淡红色，花瓣数量很多，花期在四月中旬到四月下旬。分布在大门收费站、阿里山工作站、昭平公园。事实上，阿里山的樱花还不止这些呢。这些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樱花，一般人大概都可以认识它们。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以吉野樱数量最为庞大，种植多达1900多株。其次就是台湾山樱花了，重瓣的八重樱也有上千株之多。在日据时代，日本人就在阿里山种植了相当多的樱花。阿里山樱花最初是日本人在1903年从日本引进吉野樱，在阿里山试种成功，后来遂陆续的大量种植，并引进八重樱等。近年来则继续补种日本樱花及山樱花。位在嘉义林馆处阿里山工作站前，树林已经超过60年的樱王吉野樱也已经盛开，粉白花朵宛如蝴蝶翩翩起舞，美不胜收。据说
阿里山樱王是阿里山樱花季的满开指南。樱王盛开一周后，游乐区里的樱花就会盛开哦。如果以花期盛开的时间来推断，阿里山的樱花以台湾山樱花开得最早，从年初到三月间就逐一绽放。三月初，粉红色的千岛樱紧接着盛开。千岛樱是日系樱花花期最早的品种，数量不多，但仿佛是吉野樱大军的先锋部队，预告即将盛开的吉野樱花期。而数量最为庞大的吉野樱是阿里山花季的最佳主角，从三月中旬起含苞待放，三月底进入盛开期，有雪白和粉红两种花色品种。接续开花的是富士樱及八重樱。八重樱又称牡丹樱，原产日本，花朵大，是属于多重瓣的花瓣，经常是数朵一起绽放。每年二月到四月是阿里山的赏花季。今年的樱花盛开在三月十五日，但是在盛开之后，由于天气相当好，几乎天天都是艳阳天。高温的天后已经让吉野樱的花况开始进入老化的阶段。使得原本预估花海可以维持到四月上旬，如今好天气将可能提前结束吉野樱的黄金时段。因为各大赏花景点已经开始出现了樱吹雪的画面，凉风徐徐吹来，樱花游客沉浸在落樱缤纷的浪漫氛围中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樱花季也将提早结束。花期的长短、天候是重要因素。低温湿冷的天气是比较适合樱花的生长。阿里山地区属于高海拔地区，相当适合樱花的种植，不过近年来地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，现在就连在平地也能见到生长的相当良好、盛开美丽花朵的染井吉野樱。阿里山在花季期间，除了各种盛开的樱花之外，木兰、射干菖蒲、森氏杜鹃、台湾一叶兰等也同时进入花期。百花盛开的阿里山真是美不胜收。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除了是著名的赏樱景点外，也是台湾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。主要步道以森林游乐区的环形步道为主，长约四公里。
走完一圈需要2到3个小时的时间。沿途林木繁茂，景色秀丽，步道平缓，行经昭平公园、姐妹潭、寿正宫、旧阿里山神木遗址，既可以吸收森林里的芬多精，也能享受野鸟奏鸣曲，让森林能量流畅全身。昭平公园就位在昭平站旁，园区内步道可以提供您悠闲的散步其中。园区内有一座梅园，栽植了许多樱花种类，包含吉野樱、八重樱、垂丝海棠。每到阿里山春天樱花季时，园区内落樱缤纷，和行驶而过的铁道呈现出一幅美丽景致，也已经成为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热门景点。而位在昭平公园下方的姐妹潭，是由大小两座连在一起的水池。姐潭中利用已砍伐原始块木大树头根树立水面作为基础，建筑两相思亭于其间，外有木桥与岸相通，潭水清澈平静无波，夏季水池都会满水，冬季则是枯水期。右侧红块林是天然夏种更新而成，环潭木栈道全长180公尺，走在块木林间可以尽情浏览姐妹潭的水中倒影，湖光山色。位在姐妹潭下方的木兰园，园区内栽种多种品种的木兰，一年四季都有开花，设有木质座椅，可以在此稍作休息，观赏四周的美景，这里也是赏樱的好景点哦。在四周茂密的森林中观赏樱花，也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景致，这可是只有阿里山才有的哦。来到阿里山，前往柱山看日出，可由阿里山火车站或昭平车站搭乘柱山观日火车，单程约25分钟，或者从昭平公园观日步道牌楼拾阶而上，步行约40分钟。著名的柱山观日楼因为921大地震毁损已经拆除，原址改建为观日坪。柱山阿里山日出之美早已闻名国内外，最佳的观赏季节是秋末及冬季11月到2月之间，主要观赏地点为柱山观日平台。当旭日从中央山脉之顶耀升而出，万道金光艳丽绝伦，蔚为壮观，
眺望台360度视野景观，可以观赏玉山群峰、塔山、对高岳等山脉，是欣赏阿里山日出绝佳的场所，也是台湾少数观星的好场所。海拔2451公尺高的祝山车站，是1956年启用的，也是台湾目前海拔最高的车站。在这里可以观赏玉山群峰等山景。在欣赏阿里山的樱花及日出之后，您还可以顺着阿里山公路前往玉山国家公园。塔塔家游客中心，瞭望玉山壮丽的雄姿。运气好的话，您还可以遇到一大群的台湾猕猴和你打招呼呢。